田总，哎，我刚从印度旅游回来，给你带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印度特产小油。太好了，鱼哥，多谢了啊！我回家和我媳妇儿试一试去，试一试效果老好了。老婆，老婆。家里还有饭吗？一天天的，回来就知道睡。没啥味儿吗？嗯，这啥？